第一层就是从月表到地下12米，是一个均匀的细腻的那个月壤层，然后是从12米到24米是可以看出就分布着大量的石块，然后这一层也是雷达波回波最强的一个部分，甚至形成了这种石块层，有三个碎石堆。第三层是从24米到40米，那么在雷达回波上可以看出它是明暗相间的，那么里面有细腻物质，也有这种分散的这种石块。发现这种建设物有很多层，每一层还不一样，可能就是说这个地方接受了很多次撞击抛过来的东西，说明这个过去的撞击历史是非常复杂的，而且是经常月球的表面经常被别的小天体会被它砸，砸后物体就抛射到这个风卡门的撞击坑的底部，正好这一个的话就记录了月球历史上它撞击的一个过程。哎，能不能？我要自己转就直接只能转一个图像。我们希望能够走出这个抛射物的覆盖的地区，要是能够走到一个玄武岩的宣布的一个地方的话，可能会更好的去认识它这个撞击的抛射物的一个分布和它的结构的形式，可能会有1.8公里左右的这样距离，我估计可能还有1年以上的时间我们才能走出这个抛射物的这个分布范围里面去。